今日上午，客家综合体育馆是非常的热闹，民众拢真有秩序伫咧排队，踮咧领取春联那个红包袋啊。客家区公所每冬拢会举办写春联、送春联的活动，今日卖伫第十五冬，由客家嘅文推进会邀请六位书法老师现场写春联。啊，咱客家区公所为了要让咱嘅民众乡亲咧，啊，伫即个过年前吼，啊，提早来感受到即个过年嘅气氛咧，那是咱今仔日咧，吼，啊，伫咱客家综合体育馆。啊，来办理咱这个111年哦，啊写春联、啊送春联的活动吼、哦。啊，咱今仔这个活动咧吼、哦，由咱公所来主办，但是啊感谢着咱客家艺文推进会，咱的理事长吼，咱的庄校长吼，庄秋晴吼、哦、校长邀请着咱六位名书法家啊来现场挥毫，今仔日要来送出480幅的春联来甲咱的民众来做一个分享吼、哦。啊，公所这咧嘛有特别来准备吼。哦红包袋啊，吼、哦，内底吼有春福招财进宝，吼、哦，啊，这个小春联啊来送咱这个现场的民众。区公所嘛，趁着这个机会来邀请老师写春联，给民众领取，更是配合举办真侪宣导活动，让大家会使提春联、毛纸是甲奖品会使扎登一处。因为大家热情，予我一个感动，我想要我若无阁继续做，嘛袂使接啦，安尼啦，哦，所以。客家的这个文风哦，真值得咱各位共同来努力哦，也希望讲咱的这个文化康会会当一直延续做落去，和地方的文化风气会当搁再较提升安尼。透过六位老师现场亲手写的春联，为大家伫个农历新年来交钱，好厝内底会使换上新的春联，那创造了新年的氛围，嘛是带来全新的气象。南投新闻台三点三客家采访报道。